现在我们是在西门町，然后吃到找到了一个永和店。其实这个在芽龙也是有一个分店，它的这边不一样的就是有芝麻豆奶，芝麻豆奶真是很好喝，不会太甜又很浓。然后这个是它的著名的饭卷，里面其实是有那个肉松。 菜包，还有一些脆脆的炸的东西，鸡蛋，还有鸡蛋，还有这个，然后就用那个 glutinous rice 糯米，我知道，用糯米包的，其实是蛮好吃的，但是吃了一定会很胀，但是我是喜欢它的豆浆。Okay.